又给你买了一辆新车。怎么又买这么小的车啊？上次买那辆我都坐不进去，这辆车比上次那辆还小哦。你不会又想买给保姆开了吧？什么买给保姆开呀？说这种啊，上次我跟保姆有一腿似的，保姆开一辆还不够啊，你不用钱买的，要说这种，这个是我买给我们的，人乱说的，说这种。那你明知道我坐不了这种车，还买这么小？这辆车不一样的啊，你看。是不是什么玩意故？啊，这个车还可以打开车顶啊！肯定的啊，这辆车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啊！这个动作丑陋啊，真的是。不是从上面进去吗？从上面进去，你这样子爬进去能进去的吗？你这种真的是。那我要怎么进去啊？放心，淡定一点。你想到的东西我都为你考虑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。等等等，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点，对对对，好，好，来来放，放。啊，终于坐进来啦，好舒服呀。哦，这种我还是第一次干，辛苦了啊。开心吗？开心，终于坐进来啦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